狗狗细小症状。汪志祥，职业兽医师。狗狗的细小的症状呢，通常是由于细小病毒引起的胃肠出血。那么狗狗一旦感染细小病毒，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软便、血便和呕吐。狗狗可能还会伴发发烧、食欲下降、精神不振等表现。那么狗狗细小呢，常见于免疫系统未完全的幼龄犬。如果狗狗出现以上的临床症状，并且粪便比较稀，带有浓烈的腥味，那么很大概率上就是患上了细小。不过确诊呢，还是需要带狗狗到宠物医院进行特异性的试纸板检查，因为细小属于烈性传染病，而且只有感染幼龄狗狗所以目前还是比较建议预防为主。免疫未完全的狗建议不要带到这个外面遛，减少其他狗接触的机会，可以有效的防止狗狗患上细小。